为什么没有神灯？我先想这个吧。先单抽啦，不然就讲这一边的叫，是吧？快点！橘树，让他进来。嗯，标题可能下这个标题，然后，啊，楼顶太久了吧？这楼顶可不可以快一点啊？我觉得我们等这个楼顶可以等到睡翻了。嗯。对啊，我觉得落顶真的很久耶，是吧？哎，它其实可以存档哦，尽量玩。还是用存档用的。那落顶跑完，大家都睡觉了。来，快点！哎，还坚持不给我自动，我真的会气死。哦，要不给自动是要玩个屁呀、啊！来开始。哎，给我自动吧！我真的好可怜。所以我们要先选择攻击的目标，再结束这回合，是吗？嗯。必须啦！我好像主动啊，到底是要算几点的？你昨天等于说你要一直结束这一回合，不然他会一直跑，他一直没办法跑。